继续看一下别的啊，看别人怎么谈的。西哆来咪连接的地方踏板断掉了啊，就共鸣啪一下子没有了。你可以仔细去听一下看看啊，那个地方踏板连就是踏板操作的不是太好啊，踏板操作的不是太好，就是没有那么细致吧，可以这么讲啊。但是整体的踏板还是可以的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然后中间那一段西哆来咪嗦发咪来，就那个大拇指那个地方又弹错了啊。嗦发咪来，然后是发发咪来哆，然后是咪来哆西。嗦发咪大拇指是这三个键啊，但第一次他按对了，第二次按错了。这个也是这个比较容易改啊，就自己知道这个这么个问题的话，那就很容易改了。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是吗？这个也是属于正常范围，所以我不是提供那个指导服务嘛？每月的1号，每月15号，就像他们一样，你自己拍一个视频然后发过来啊。当然前提是你报了我的课程啊。就这样，那就这么几个问题哈，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，弹的整体还是不错的哈。那有没有弹的特别糟糕的呢？当然有，我只是没给你们发，因为那个意义不大，你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基本上都需要改，那就意义不大了。所以我找的是有一些问题，但是问题就是改起来也比较容易的这种东西哈。像一个这么短的爱丽丝，然后中途出了大量的问题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